诗篇121篇朗读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，保护我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右边荫庇我。白日太阳必不伤我，夜间月亮也不害我。耶和华要保护我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我的性命，我出我入，耶和华要保护我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